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所以今天呢，当然就是噔噔，你们应该都知道啦，我第一次在家里漂头发，我也是自己给自己染头发啦。所以这个呢，当然是我漂好之后才给你们看的啦。OK， 不然我开头录那个应该是很丑。所以这个就是，其实我不应该先给你们看的 ，right？ Anyway， 如果你们想要看那个 process 的话呢，你们就继续看吧。OK， anyway， 这个就是我的结果，这个是第二天，虽然好像没有很均匀啦，因为我自己染的嘛，有没有？我觉得看的差不多 OK 就可以了啦。我很喜欢那个颜色，然后我妈妈讲我看起来像神经病，这个是年轻人的颜色啦，哎呦。然后我有很多话，我昨天在那边想开头应该讲的，可是我现在全部都忘记到完了。总之就是我第一次染头发，然后你们就接着看下去吧。还有，我不是专业的，所以你们请不要跟着我做的东西做 ，OK？ 你们如果真的是没有自信，或者没有耐性，或者头皮那种比较敏感的什么啊，你们请去一个理发院自己去找人家帮你做专业的 ，OK？Yes。现在是一点，然后我晚起了，所以我涂了很久，所以我的头发今天是第二天还没有洗，所以已经算是蛮油的了，应该就是蛮适合来染头发，这样你们不会被我吓到，因为我没有放底妆，我只是放眼妆，所以可能会有点奇怪啦。所以我用的就是这个的，我随便找的啦，我没有去研究，所以这次就来做给你们看吧。我的头发我只是漂过外面罢了，所以里面是没有漂的，所以我里面算是蛮深，所以应该也是至少需要漂两次吧。然后这个是我的镜子 ，OK。第一个最重要要做的应该就是要弄这个吧，因为我是在有冷气的房间做，所以我觉得如果没有放这个的话，它应该会很快干掉，所以我还是想放这个比较好嘛。可是如果你觉得会很浪费的话，那你就不要用吧。
personal. I ain't lying, I ain't hiding. I've been grinding, multiplying. I've been trying to get my weight up, staying prayed up, meditating and taking time away. You always posting up pictures, trying to look like you winning. I'm writing rhymes in the kitchen, soaking in moments we live in, yeah. You got the nerve to be on me, faking your life for the IG. If you got my number, don't add me, cause baby, I'm on hiatus. I'm on hiatus. Baby, don't check for me. Taking time out to be and live my life off screen. Taking time out to be and live my life. Hey. Taking just don't be. Oh my God. 你看我的衣服，我花了一个半钟到两个钟这样子来做我头发，哇，我真的是头发厚又多。你知道我这个漂白的我总共用了四盒吗？我的天啊！然后我现在弄到整个都是，我的脚也是 ，Oh my god！ 因为我的根部前面这边我刚放不久，所以我等差不多十分钟这样子，我就要去把它洗掉了。看起来是蛮好看的，现在可是等我洗了之后可能会有点黄啦。然后我就是多数都 apply 在下面的部分嘛，然后根部你是应该最后一个才放，因为根部很快就会漂了。我放完那个下面的部分之后呢，我完全不知道我要怎样看后面的根部那些东西，然后我又很累了，所以也没有够这个牌子的漂发剂，所以我就随便了，跟他涂涂一下，希望等一下漂得出来看怎样吧。我本来是想要漂两次的，我知道四盒可能不够，可是因为是我妈妈买的，所以我也没有叫她买多啦。Don't take it personal, we just building, it's my season, lay foundation.Make a name for generations, please, and make a and take a break or a little vacation and chasing blues away. Hey, hey. You always posting up pictures, trying to look like you winning or look like you always. 我刚才洗头发的时候把眼线都给洗掉了。噔噔噔噔，你们觉得如果我去染金发的话会怎么样呢？我觉得还可以，上面会比较黄的原因是因为我只放了十分钟罢了，然后我就去洗了，所以它就没有像这边这么的浅。我觉得应该也是因为我漂过，所以它这边的颜色比较浅一点。然后这边会有点蓝色呢，应该是因为我之前有用那个紫色的洗头水，所以它才会有一点奶颜色掉在那边啊，你知道吗？然后我就随便乱乱涂了一点颜色啊，所以前面还算是可以的，只是后面当然是会有一点好像黑黑在里面啊，可是哎呀不明显就可以了 right， 虽然好像有一点来这种线条吧。 OK whatever， 可能等一下染发可以把它盖掉，后面我就不知道，总之前面是最重要，后面看不到无所谓啦。 OK， 哎呦我的指甲很长，所以它一直勾到我的头发。 anyway， 我觉得这个牌子那个染发剂真的是蛮不错的。我刚才在洗的时候呢，它是滑到哦，我不知道到我到底是洗干净了没有，还是哦是那个东西太滋润了，你知道吗？我一直在冲水，然后没有肥皂出来，我就觉得应该是可以的吧。我还有一点点湿啦，我还没有把它吹到超干，虽然还是会干，不会好像超级干啊。我觉得它的滋润的功能还是有的。我这个一整个头哦还不算完啦，因为我里面那些我自己没有去漂，知道吗？你的头发像我一样厚的话，又那么长的话呢，应该需要最少五六盒，所以就16 24 24 32 48，所以你最少是需要花差不多50块钱在漂发贴，不不，在漂发剂上。可是就是你花好像50-60块，应该也是比去理发院便宜啦。因为理发院通常你漂一次罢了，它就算你128。可是重点就是很费时间啦。如果你没有耐心的话，你真的是就不要去染发好不好？自然是最好的。尤其是你自己漂的话 ，Oh my god， 你手会酸死，然后超无聊的啦。然后啊，停在那边，我就在那边想，我为什么要这样折磨自己？我为什么要漂发？我以后都不要再漂发了。可是是不会发生的、啊，所以我觉得现在还是
是蛮好看的嘞，哇！我不想要漂颜色过去，可是不可以啦，一定要漂，因为那个颜色是超不一样的，所以我最好是染一个发色。我买的发色是这个灰蓝色，刚刚好，我这边也是有点蓝色，所以可以盖过，希望漂出来会好看吧。我也是没有自己漂过头发 ，OK， 我要去吹干我的头发，然后再给你们知道。Anyway， 这个呢，通常我看人家漂发的视频呢，他们都好像很容易断掉啊，会一直掉发之类的。我觉得我用的这个不会哦，还可以哦。从当漂呢到我去洗呢，总共应该最少有2个钟头。全部涂完之后呢，我去洗的那个时间是只有10分钟罢了。因为我就心想，我已经放了那么久了，我就不要再拖这样久了吧。因为我知道你这种漂发剂不应该放这样久的，我就自己阿嘎阿嘎那个时间啊，要跟你们讲，我不是专业的，我只是来跟你们分享我自己漂发的经验。你们看好玩就算了 ，OK？ 你们不要去跟我留言什么，哎呀，你去理发院染比较好，什么什么啊？谁不知道去理发院染比较好？理发院贵呀、啊。然后我也以为我会想要漂2次，结果我看那个颜色，其实给我来说还算可以啦，我就觉得没有那个必要再去漂过一次了吧。而且我很懒惰，所以我们就试试看那个颜色会不会上得到咯，上得到就上咯，上不到就靠不把塞咯。OK， 我去染发了。Soaking the moments you live in, yeah. You got the nerve to be on me, faking your life for the IG. If you got my number, don't add me, 'cause baby I'm on hiatus. I'm on hiatus. I'm on hiatus. Ooh, I'm on hiatus. Oh, baby, don't check for me.5:57算6点好了，哇，6点我几点开始？我差不多1点这样才开始，所以1、2、3、4、5、6，差不多5个钟头自己做我自己的头发。OK， 老实讲呢，那个颜色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的浅，因为我只是漂过一次罢了。我当然是比较希望它会比较浅一点啦，可是我只漂了一次，所以那个颜色有这样子是 OK 啦啦啦。然后我觉得就有点像牛仔的那种蓝色这样子啊，可是又看到好像有点青色在里面，所以有点像 turquoise 这样子。你可以这样讲，头发看起来很吵啦，我给我只是跟它吹干罢了，不是业配 OK。所以我用的是这个 Morimo Keratin 的这个牌子，应该是韩国的牌子来的。我只是去买洗头水的时候，我顺便看到这个，我看它包装我就很喜欢，然后我就会买的那种人，所以我看它包装很好看，所以我就决定买来试试看。一盒也不贵啦，算也是就10多块哦，跟普通的价钱是一样的。真的很好的一点，我觉得就是因为我本身我是有漂过跟染过头发嘛，可是多数都是在理发院去给别人做，自己在家里做当然是第一次啦。所以我也不可以有好像不一样的经验来跟你们解释看哪一种比较好。可是在做这个视频之前，我有去找那些好像自己漂头发在家里怎样做啊，因为我有看过一些他们漂的然后那个头发断掉啊，或者一直掉发啦，然后有些断到结果自己要去剃波打，你知道吗？很夸张，然后我就有点小怕。我就是看过那些视频，然后我就有点小怕啦。可是我用过这个之后，我真的是觉得它不会弄到我头发很干，然后它真的是注重在那种滋润头
发的吧，所以就算你漂过你染过了你的头发也不会干，因为你都通常就用 shampoo 罢了，过后它有给你那个 ampoule 的东西，然后你涂在你的头发上，所以就是没有用 conditioner 的。可是就算没有用 conditioner， 我的头发还是很滑，虽然看起来像潮啦 OK， 可是你看因为我没有吹干，我就觉得真的是很不错，而且OK 啦，没有说超香啦，可是我就觉得真的是弄到你头发是不会好像看起来超滑还是什么啦，可是就是不会看起来超干，好像要死掉的头发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我真的是蛮喜欢的，我可能还会再买来试试看。可是我这个头发的颜色掉完过后呢，我应该会试淘宝的染发剂给你们看，因为你们都超喜欢看淘宝的东西，所以那边的比较便宜啦，所以我就会试那个给你们看。可是我就是要跟你们讲，我很喜欢它这个牌子的这个染发剂，所以如果你们有看到这个牌子的话，你们去买来试试看，我觉得是不错的。我是从 British Essence 买的，不然为什么你们喜欢看我讲话的影片，我讲话很乱七八糟，因为我买东西我通常都不会先去做研究，所以我就是看到哦包装好看，然后啊韩国的应该是不错的啦 right， 所以我就去买来试试看啦。过后呢，我就刚好在我的 Instagram 看到有这个牌子的广告，你知道吗？这样巧的呗，他们怎么知道我买这个牌子的东西来用呀？然后其实他们就有一个店是在 Shopee 有卖东西，可是我忘记他有没有卖他的颜色的染发剂，可是我知道他们那个漂发的呢是没有卖的，所以如果你们要买那个漂头发的，你们就要去我讲的那个店或者其他地方，我不懂有哪里有卖，你们自己去找 Shopee。我要讲的应该就到这边了吧，我弄到整个桌子是超乱的，我不想要去收拾的，我的天啊啊，梦幻台啊。总之我就是蛮喜欢这个发色的，留言一下让我知道你们比较喜欢我这种颜色的发色呢，还是金发呢，你们觉得呢？或者这种颜色白天再浅一点会比较好看，我真的很想要再漂浅一点，所以过后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会去尝试再漂我的头发。还有你看我的睫毛膏， Oh my god， 我刚才洗掉我的漂发剂跟来我去冲凉那些它都没有掉耶，天哪。OK， 所以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咯，希望你们看得开心，跟我讲你们比较喜欢我哪一个发色 OK， 如果你们喜欢这个影片的话就记得点赞哦，我们下个视频见，拜拜。